今天是女一级冠军战，那师大面对文化，今天面对文化有怎样的策略呢？我们没有策略，就是策略，就是平常心打，然后就发挥平常实力，应该就可以拿到冠军。那你之前自己的状况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理想，那今天觉得自己在冠军战的调整如何？就只有这两天就换一个场地，可能投篮比较不顺，那稍微做调整就好。今天就信心满满，一定有机会。师大再度面对文化，今年你觉得自己师大的优势是什么？我们今年就是有里有外，不管是内线或者是外围，都可以得分，然后每个人得分其实都还蛮平均的，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优势。那最后要不要对镜头前的球迷朋友信心喊话一下？今年双料冠军已经是我们师大的。